吼，我今仔日来讲这个有时方面的教诲吼，主要的目的吼，除了讲咱爱知影法理，法理就是咱的根嘛，啊，咱就是法理去研究来看出来，咱就是血啊，血啊就是咱是成员。啊，血啊有新陈代谢，啊，我意思讲吼，那不断有新的血啊出来，有新的人出来，啊来奉献咱台湾民政府。啊，然后我的意思讲，咱来遮受分，唔是讲我嘛要来当一个亏尔，咱是要受分，是要甲咱的这个新台湾论，咱的法律好啊，甲研究，吼。啊，唔是虽然讲这本遐大本啊，吼啊，敢那这搞的搁这定的啊，唔知要安怎处理较好啦。啊，我是甲大家讲吼。甲拄啊，咱迄个阮老师拢有用迄图表对无？啊，年代对无？你着为安尼开始一个记，吼！啊，甲迄个内面的发生的迄个代志、条约，吼！啊，历史，啊，你甲记录起来，吼！啊，来甲画一个图，也是讲甲迄个做笔记，吼！你会较好读，吼！啊，我嘛拄啊开始，我嘛讲百分之百，我都拢会晓啦，就是慢慢来去，慢慢你有读，都有收获啦。啊，你无读，就变等于零啦。啊，咱就爱去读。按部就班，啊，累积起来就是咱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甲大家勉励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要讲这个话，就是讲吼、哦，我们要知影大家吼、哦，除了咱发力，啊，要积极，咱身体啊照顾也好，啊，上重要是讲啊，用药要安全，爱了解，因为吼、哦，咱台湾这侪人吼，拢在食迄个地下电台的药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当这个款啊，人甲咱照顾一下。哦，啊，要等选举，甲讲啊，我要来迄、那个，甲迄个地下电台吼、哦，啊，甲处置。啊，但是最后呢，嘛不了了之对无？啊，台湾人说成是全世界第一名呢。对，我是讲，我希望讲吼，借落这个，多这个法律的课程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了解法律，啊，过来了解用药的安全呐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主要要讲的是吼、哦，我甲大家讲的用药的安全，啊，甲讲是安那照顾。哎、欸，药师的照顾，后来用是啥？啊，过来主要是讲管理嘛。咱也别接一个亏，咱要去用款，咱嘛可能去管别人。啊，咱是不是爱有一寡知识？啊，这我也可能佫甲你大概吼，我嘛毋是专业，但是我大概我会讲一寡吼有关管理的物件。我希望大家吸收这个法律，也是讲这个知识了后，啊，转去吼一定爱佫用功，吼、啊，毋是讲转去就袂记哩啊。吼、啊，我希望安尼吼，安尼咱在遮上课。够价值对无？够意义对无？吼！啊，那来讲这个立雪美站，这侪讲师拢讲过啊。立雪是啥？美站是啥？咱这个立雪美站是最正确的迄个论述，大家一定爱把这个论述好好来研究吼。咱中毒的中了这个中国教育的中毒，咱甲解毒起来。啊，咱得了这个新病，我就无必要迄个中华民国来甲咱通知。但是呢，为什么？我敢那无遮快乐个，我敢那无幸中中了即个迄个中华民国，也是讲即个中国教育，啊，讲不管是中毒，也是讲有心病吼，感觉遮闷闷不乐啦，阿咩啦，该即个闷闷不乐，吼，讲忧郁啦吼。啊，过来，啊，有人啦，当么即个中华民国的体制，伊甲你制造一挂假的历史，啊，变成讲啊，我听到听到即个什么，啊，变成。无形中叫洗脑，哎，讲对，因都是对的，这个都是对的，啊，敢去中邪，啊，鬼看咧就惊，感觉因吼讲的迄、那个，敢那讲死的讲到歪，吼，啊，若乌的崩到白，啊，你都唔知影迄个内情是啥，咱爱知即个内情了，咱有在辟即个邪，啊，咱来觉醒，啊，行咱台湾人应该行的路，吼，啊，即要哪讲，咱日本甲大清帝国朝鲜。啊，这三个关系，讲台湾什么关系？啊，安那关系我甲查出来。咱迄个日本帝国开始甲迄个朝鲜，吼，到1875年啦，哈，因朝鲜本身吼是较封闭的，守旧啦，啊嘛，加迄个仇日啦，啊，讲个啦，有日本吼，你若讲有人甲日本作伙的人吼，拢要甲处死啦。啊，人日本嘛，好好在你海域内面吼，好好在切粮，啊，你就共拍。啊，拍了日本佬可能有你拍，啊，当然朝鲜拍输嘛，啊，都、就是签一个迄个江华条约，承认迄个朝鲜是一个国家，啊，你嘛爱承认我是我日本是一个国家，你爱甲尊重，啊，即贸易方面你也我方便，啊，变成讲就到即个朝鲜吼，日本甲朝鲜就有一挂瓜葛啦，一个关系起来了，为遮开始啦，啊，即、這个你知影朝鲜吼，古早啦，
以前拢是迄个中国的朝贡国嘛，啊，变成讲因两个迄个大清帝国甲日本帝国，他们也咧争锋相处，吃醋嘛吼，争迄个朝鲜呐，啊，但是后来因讲讲安尼袂使，啊，就订一个迄个叫做日清的天津条约啦，讲好了准吼，朝鲜也咧作乱，也是朝鲜有问题吼，啊，你通知我，我通知你啦，但是吼，伫咧迄个1894年啊，伫咧迄个朝鲜有一个同学党，我拢伫咧作乱啦，吼，因个迄个朝鲜拢则无平安的啦吼，啊，发生伫迄个黄岛的海战，啊，伊咧怪伊啦，讲哎，你为虾米要撤兵啦，吼，啊，你为虾米要淡仔遐要占好处啊，啊，两个都是无爽快，都变成哦，都淡仔遐冲突，啊，发生迄个日清甲午战争，一个1894年7月25日。吼，啊，进行宣战吼，是1894年8月1日，啊，大家来看吼，签署《下关条约》，迄中国叫做《马关条约》，日本叫做《下关条约》。在1895年4月17日，吼，开始。喂，你看哦，去年啦吼，啊，4月17日，你看安尼短短几个月，啊，看起来敢若啊无8个月吼，安尼。大清帝国就输啊！啊，为虾米输？啊，输就是讲你讲好迄个空有迄个虾米海洋舰队嘛，啊，但是伊无软体啊。人迄日本是安那伫咧明治迄个天皇咧迄个统治之下，人迄是偌强的迄个人迄个军队对无？啊，你短短8个月，你就拍输啊！啊，伫1895年啊，就下关条约来生效吼。啊，那下关条约内容是啥吼？就当我甲大家讲吼，主要讲日属美将，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权嘛。啊，第一下关条甲迄个台湾平哦吼，挂牛哦，迄个日本天皇，当然我也有一个迄个证据，大家看。啊，伊领有日本帝国领有台湾了后，就甲人积极来建设咱台湾。啊，那大家知影这段历史无？对日本时代这个历史，敢有在座有了解偌济？至少恁有了解，迄、那个注册、造册户口，即、這个恁应该基本上恁爱知嘛。啊，若唔知，我感觉遮遗憾嘞。但是我紧，即马讲给大家听。啊，讲迄、那个咱纵贯线、铁路纵贯线哦，为家人透到迄个高雄哦，还是日本甲咱建设的哦。啊，你讲啊，大清帝国有啊，我跟你讲做甲新德还阁无够，啊，伊迄铁轨吼，拢密密麻麻，拢无合迄个国际的迄个规格啦。啊！侬日本人个拆起来，重新来做吼，纵观甲人做诶，好啊！过来迦南大尊，啊！大家知影迦南大尊无？对嘛？对无？你知影迄个咱迄阵咱台湾的土地哦，咱碧云打酷酷，草木不生，啊嘛无好水通食，啊都要不遮远个所在去排水来啉啦。你知影无？迦南大尊对咱台湾的建设是偌重要无？咱有通好水、好米、好水果，对无？咱才通变宝岛。啊，你若无讲江南大尊，你是要种啥碗糕？种无物件啦，吼！我要甲大家讲吼，这个建设吼，是有一套一定的迄个计划啦，吼！啊，你讲迄、那个拄开始吼，日本，你还有台湾，嘛有两派迄个讲法。好，我等你。安尼讲够有声吼，哦，有两派啦，有一派讲哦，啊拜托诶，你这个挂牛，迄台湾人话，搁挂牛，甲一个甲牛啊嘛，产宝宝，啊搁迄个鸟不生蛋，迄个土地拢打扣扣，啊啥拢无你挂好我，因为有一派嘛，讲啊无你甲台湾吼赔掉啦，啊另外一派讲吼，你袂使安尼，你爱甲台湾好啊建设，后来迄个要甲台湾好啊建设，一派赢，所以够有人。迄、那个日本甲咱建设，咱个奠定咱台湾进步，哎，主要就是迄个大日本帝国甲咱治理、甲咱建设哦。你也想好，迄毋是中华民国迄个因的功劳哦。那无讲日本甲咱建设，伊即个落跑的、搁流亡的，伊靠钱、靠能力，想看卖迄逻辑思考，小想一下吼。啊，过来。那为哪样台湾就开始讲内地烟肠，
就是讲，因为一个迄、那个，都当我搁会秀出图，迄、那个一个迄、那个图片，互大家看。伊拢有计划讲要甲咱台湾吼，即、這个土地的人民吼，甲拥抱，当作咱的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爱有一套迄、那个延长的迄个计划？阿免咱讲，迄、那个是方面化。为1937年四月以后开始，互你思考两年，你到底你要做日本人，还是要做中国人？那你要做中国人，啊，就甲你准假。给你请好好，给你去中国，啊，是有一挂人走去中国，但是吼，边啊摸摸的，无几个月就搁回来，吼，啊，大家清楚，你即卖想要做什么人，你家己脑筋爱清楚，判断也好，啊，但是你可能脑筋判断无好，你要后悔，啊，我嘛该接受，但是你按照规定，公民迄个福利法来，迄个权利法里面弄下就清楚的，吼，1945年那个实施迄个民地宪法，吼，安尼一连串。即、这个就是台湾，就是咱迄个日本拥有台湾即个土地，甲咱建设。即、这个根本就是毋是殖民地，是永远袂使分割的迄个国土。咱都搁立迄个，甲大家吼，搁慢慢那个解说。我讲嘛，下关条约嘛，伫1895年4月17日签署，吼啊，1895年5月8日生效。来，这个内容，大清帝国、大皇帝陛下、大日本帝国、大皇帝陛下，啊，陛下是要讲啥？我来讲，这个大日本帝国、大皇帝陛下，伊英文叫做 Emperor of Japan， 先甲大家讲一下吼。迄、那个 Emperor of Japan 甲 Japanese government 是无共款吼。对咱国甲大家讲，我先安尼互大家知影。我搁试一下吼，歹势。啊，我要讲的吼，这可能电脑有一摆秀图啦。好，这是下骹。吼，啊，那是要挂是挂，也是要有啥物，互咱迄个大日本帝国有啥物好处吼？下关条约咱看一下。也是讲，一个这个左边这边吼，所有一个好处，拢归予迄个。另外，迄个日本，啊是伫咧啥物物件？奉天，迄个南边吼，啊甲鸭绿江这个所在的后厝，拢互迄个大日本。啊，过来，啊台湾是倒，台湾全岛，甲所有的迄个附属的岛屿，吼，啊甲迄个澎湖、绿岛，爱才有些迄个经纬度啦吼，这拢挂牛哦，迄个咱大日本帝国的天皇。啊，这个我甲讲造册户口嘛，对不？大家有看过？用大日本迄个户口无？你也要去办迄个台湾民政府的迄个身份证，都爱这哦。你知影你这拢是迄个大日本帝国日本共创的咧？安尼迄个大清帝国咧，咱互伊统领哦，占领啦。伊根本就无共当当台湾当做是啥物？伊无共做，是咱日本共咱做的。啊，伊共统，伊共迄个统治吼，212年啦，拢无做啥啦。啊，铁轨啊，随便铺一铺安尼啦。啊，正经又甲人迄个做一个户口，啊，你啊紧慢请你无不行，去外口安怎？通我找到你这个人，对不？真尊重你这个人，啊，甲恁的家伙，对不？你看，你啊讲娶某生囝，还是讲你有啥物迄个做啥物歹代志，才拢记录啦，吼？啊，你啊搬耍所在，还是讲读册吼？啊，这才拢记录，尊重你这个人的存在。这个有伟大无？啊，若讲这个无，啊，你这个菜啊，食是要创啥？我都唔知你叫啥名，你到啥物啥？我要找你这个人嘛无？还这尊重你的呢？来，咱过来看这个迦南大尊嘛。你看人，这个是迄个八田羽衣吼，人家纪念吼，啊，伫菜啊家公园的，这个尊敬的啦。咱也无这个八田羽衣，咱唔知台湾咩啦鬼吼。哎，不时弄个伊啊聊在想讲，啊，你这个迄个咩？这个。要哪建设啊？这个钢铁啊，是讲这个迄、那个口吼，要安哪通去大呢吼？啊，敢会使甲人迄个农产吼，啊，通好迄个流域扩大啦，吼、哦？你看啊，你这样讲，第一，这个整个流域来看吼，啊，强起来了，我们1000外迄个公里的迄个流域啦，吼、哦，涵盖这个流域吼，啊，通好你耕种嘛，吼、哦，台南呐、啊、嘉义、云林啦，啊，你种起来，人讲。这加起来吼，比万里长城搁较长啦。但是大家有想到这种
这种为什么要建设这个物件？啊，伊的意义伫倒无？这个迦南大尊的意义伫倒？有人会使讲我听袂？好，你讲。基本上有看过八田与一这部卡通片的话，都应该知道。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看一下。台湾在还没有建设的时候，还是荒岛，还是原始的岛屿的时候，这一片土地完全等于是沙漠，无法耕作，荒芜一片。然后江南与八田与一的话，他就是想了很久的时候，他把东部的水贯穿山脉，把它引过来的时候，把江南变成江南平原，变成江南平原的时候，整个粮食就是因为这样子而生产，整个甘蔗这样子生产，那时候甘蔗价比黄金呢、啊，所以说这样子的时候，整个大日本帝国才有资金变成经济强国，变成军事强国，去打很多国家。所以八田与一的话，在台湾的建设就是这一块。哦，吕先生哦，咱多谢迄个吕学员讲讲啊，遮详细吼，吼，无唔对，你讲啊，佫比我较详细，我甲你当作是老师，甲你尊敬吼。每一个人拢是老师，拢是材料吼，拢做老师的材料吼。我主要要会意义要甲大家讲，即、這个迦南大尊就是要甲咱即个台湾吼，甲你当作你的亲人，吼，甲你土家的，对不？啊，那迄个万年长城是创啥？伊意义伫倒？阻挡外族嘛，侵略嘛，要甲人甲人之间甲分开，对不？惊伊来怕我，惊伊来怕伊嘛。啊，因中国的迄个历史就是怕来怕去嘛。啊，为啥拍来拍去？都当我甲大家详细讲。啊，为啥物日本要去迄个解放中国？我都当来甲大家说解说一下。多谢吼。咱阁继续来讲，迄、那个台湾博览会吼，在1935年，吼，差不多一个月外，伫咧咱新公园。哎、欸，新公园就是迄、那个。咱伫馆前路迄个台湾的博物馆，迄嘛是咱大日本共阮建设的哦，毋是迄个啥物，即个中华民国哦。你大家看嘛，相片会使做证明，伊清查，先看清查嘛。啊，若无进步，伊穿啊即个绅士的样子，哦，西装嘞，啊，搁迄帽啊呢，啊，搁看大家搁穿迄个洋装呢，啊，笑头笑面，若无一定的迄个生活的水准哦，他谈好你安尼，对不？吼，大家你看，建设阁遮进步着，啊，大家嘛是讲，有钱阁有闲，会使去佚佗。哎、欸，你看遮进步安尼，啊，就像刚即嘛差不多无，迄阵就是遮安尼啊啦。吼，阁来看其他的相片嘛，你看，啊，人阁遮整洁无，吼，啊，阁照迄个，你看你道路都很整齐啊。咱台湾遮修迄、那个有公德心，啊，阁修迄个人的法律，你看，可以思考一下。啊，我讲啊，日本内地严重主义，为开始甲你1895年甲领入台湾了后，就是安尼，嘿，安尼渐进主义，啊，内迄个延长主义，啊，个皇民化，正式伫1937年4月1日正式开始。啊，你要你考虑你两年啦，看你要做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嘛，拢甲你尊敬。啊，你要做日本人，啊，就是爱甲日本姓啦，吼，啊，若准我啦，啊，下摆吼，咱台湾民主执政了后要开放。我嘛要去申请日本籍，啊！我已经知我要生啥啊！吼，大家，我这是我基本上，我才讲闻的，讲咱日本甲咱建设咱台湾，甲咱台湾当作是人，啊，佮咱教育，佮咱爱护，佮予咱有迄好水好米好水果通食，啊是你家己去比嘛？基本上你嘛会晓去比嘛？到底是好人歹人？你基本上你嘛会晓去分嘛？对不？啊，咱。1945年实施迄个明治宪法，你大家看嘛，即、這个诏书实施就是表示讲，你已经是我的国土啊，那同我是殖民地，这就白纸写好你啊。你家看嘛，参政权甲参政权啊，佮你教育啊，伊领有台湾拢是佮你教育呢，毋是讲吼从中国教育吼，啊你就戆戆就好啊啦，因为惊讲吼你的人民比我即个做领导者佮较巧会较引导，我就佮你从佮你戆戆，吼。啊是安那讲，啊就是要你交友嘛，啊无就甲你压制嘛，啊无叫你去相信那神鬼之说嘛，吼，啊无就甲你收买嘛，利诱嘛，啊你阁无听话，啊就甲你白色恐怖嘛，
啊，安尼就是安尼通知的过程，家己去想看卖，你有安那有人安尼误过无？有人安尼甲你收买过无？还是有人安尼甲你压迫过无？啊，就直接用迄历史假历史甲你洗脑，啊，你认错作弊嘛？洗脑了，你讲哎、欸，中华民国就是我的母国。啊，母国伊对待你安怎？伊要甲你苛作做中国人，但是伊个无要善待你呢？善待我们哦，把台湾认定中国人这一群认为台湾的中国人有善待你吗？你改讲哈，啊郭冠英讲什么话？你改讲嘛？你正经把台湾当作是中国人吗？你有好啊善待我们在台湾你认为台湾是中国人的这群我们人吗？有吗？你有没有公平教育、公平争取公家的机会或中公平考试？啊，拢靠加分呢？啊，你公务人员拢是啊是讲恁？顶头领导者吼，啊主管啊，拢是恁的中国人，啊你讲公平，有无？咱来讲吼，哦，今麦要讲日本天皇伊的制度啦，因为我有去听过，我有人讲日本天皇伊的制度是为迄个大迄、那个大唐帝国啦，人讲唐朝啦，但是我一直讲吼，应该中共吼不等于迄、那个。应该中国是中国，啊，因咧大唐帝国当清廷，我是讲在迄个中原的国土呐，啊，伊当作伊甲伊是划等号的。但是我个人认为讲，虽然大家拢讲这是中国历史，但是因也是同款无同款的国家，无同款的国土嘛，啊嘛无同款的迄个历史啊，为迄语言嘛无同款。啊，即马人是讲伊嘛是算讲中国的历史。啊，若要来讲吼，你若讲正经讲大唐的迄个帝国来讲啦。有人啦，在维基百科里面拢讲，甲你绘声绘影，甲你讲啊，肯定，你要用肯定式，你得爱 reference 是啥？参考资料，啊，你参考资料，搁去查，是毋是正确的？毋是讲你人讲，你得相信，吼、哦。啊，搁伊讲啊，有可能啦，推测啦，在意识形态上，你甲看，伊维基百科里面拢是咧，有些中国意识的里面仇日，所以这种你甲当作参考，唔好讲正经去相信伊啦。啊，我个人认为天皇的制度吼，因伊在迄个日本的迄、那个。国史虐来宾讲到迄个神话去，讲这个天照迄、那个天照大神嘛，伊创业垂统，啊个神武天皇就是伊的子孙，伊个出都中国一统天下嘛，啊都当我过来讲，大家讲啊，这神话一个国家的建立一定有它神话一个可看，都、就是它那个就是脉络可循，你怎讲为什么伊的神话会过来？啊，咱个当作是一种神话里面去了解因国家，吼、哦，因的迄个演进，啊，像因的想法，啊，咱个当作是参考。我袂使讲伊是真的还是假，因为我话讲我嘛无证据讲伊是真的啊假。那我是要大家讲，你去了解伊这个神话当中，伊人个历史是安那行。啊，中国嘛有神话，伊嘛是讲什么皇帝炎黄个蚩尤，啊，你甲讲你证明伫倒，你嘛无证明啊，你嘛是讲你讲的嘛。那就为因讲的来了解因的历史，安尼应该意义应该是伫遮，唔是叫你信无信，叫你了解因的国家人民是安那落来，啊是安那传出来，啊因的文化是安那建成的、建立的吼。啊，我个人是感觉讲吼，迄、那个咱迄个日本天皇甲日本迄、那个中国的迄个皇帝统治方法是无共，都当过会讲，既然无共，为什么你讲这个天皇的制度是为大唐帝国来的？啊！你大秦帝国吼，迄、那个嬴政、嬴王政，伊讲吼，伊啦，伊功盖啦，功盖什么？三皇五帝嘛，也叫做皇帝始皇。哎、啊，既然讲始皇，啊，为什么人讲后来差不多两千多年，因中国的封建的迄个社会，因的称呼都是叫安尼。啊，你若讲是天皇，是为因而来，啊，为什么大唐嘛是为人家的沿途落来？啊！你来讲是天皇是为大唐帝国来的，这我感觉存疑啦。有人安尼讲，但是我个人的，我是我个人的迄个表达的方法，大家可会使阁去查资料。吼，我唔是讲要讲要挑战啥，我是讲我要提出我的存疑。你有存疑，大家有共鸣，啊，再来查真相是啥。啊，嘛有人讲安尼，日本去吸收大唐帝国，啊是日本的文化变成大唐帝国是伊的母国，啊我嘛无安尼认为啦。我去学习一个老师，伊真敖去学习伊。他们我学习了，我感觉当作伊是我的老母。
我嘛甲当作是伊是我的导师，我即多谢你，互我有即个进步的空间。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那青不等于蓝，蓝不等于青。你做人的迄个老师嘛无可能你比你即、這个你的徒弟更加优秀嘛无一定。啊，你的徒弟嘛无一定讲一定比老师更加外高，这种是这种是咩人讲？要讲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你干嘛？术业有专攻嘛？你看看看嘛？你家己有能力，你就会使做啥物？唔是讲你起码是老师，你都外高。你看嘛，虽然日本去学迄个中国某部分的迄个因的雕台的文化，无代表讲中国就外高啦。咱是去学伊的迄个精华的物件。吼，那日本天皇，咱来讲，伊是安那来统治咱？这是咱一个迄个小名目善行迄个日本。这个老师吼来咱台湾民政府上课，啊，有讲到迄个因的一个迄个天皇的制度，伊嘛是问这个甲多我讲的，吼，这个日本的迄个国史内内面有讲到这段天照迄个天神，吼，啊，这个图片我都哪会讲？好，我咪来讲天照天神吼，伊有你也要讲了，讲嘛是讲去神话去啊。咱讲神话，咱个动作是了解因的历史来开始。啊，那你讲真的假的，咱就家己。这个讲请坑的，咱先来了解伊历史是安怎，这个重要。你讲有一个两个神呐、啊、吼，好，伊嘛是迄、那个，迄叫做伊邪，迄、那个纳美神，啊，甲来伊邪迄个纳奇神，啊，都有迄个天造万物嘛吼，啊，结果这个因某嘛吼，啊，对伊无好啦，啊，伊都离开了嘛，伊家己讲吼，我需要三个囝。啊，其中一个囝就是天照大神，伊家己用伊的部分，吼、哦，比如伊的豆干，射出来变一个天照大神。啊，另外这个须佐之男命吼、哦，这个是大国主，都当我可以讲吼，大国主伊的迄个祖先，伊是为边啊生出来。天照大神伊就迄个大国主神吼，伊、哦、就是伊的建国之神，就是因为伊这个在做迄个神话的故事在内面，在阿伯就讲。啊，无你就大家去上迄网络去看即个小名目善行伊的迄个演讲的内容。有一天伊就甲伊讲，即个天照大神就甲迄个大国主讲，我是用即个乌西哈库，我讲伊讲吼，你是用乌西哈库，啊，我是用迄、那个希拉苏，啊，乌西哈库是希拉苏，有啥物无共？等下讲哦。啊！这个大国主听了，我惊呀！这个，伊讲，这个伊啦，这个天照大神用希拉库罗是讲，我告知我的人民，天照大神哈，我今麦个都要更正，天照大神讲，我是用希拉苏来通敌我的人民，就是我该告知、该教育、该动作，是我的迄个亲人，啊，那个好好的敌意，啊，你嘞，你是用迄乌希哈库，乌希哈库就是意思是讲。伊甲你，你的人民动作，伊是附属物，你是我的，啊，我要叫你安怎，你就安怎，就是变成你以皇帝的天威啦，吼，这两款无共款，啊，要阁继续讲，天皇吼，伊是委，伊有是迄个委托亲任，即、這个是迄、那个，你若讲迄个咱即卖华语来讲，是叫做神之官呐，吼，即、這个因是祭祀官呐，啊，即、這个是迄个大政官。这个他民就是人民的意思吼，伊就讲，哦，我民他噶啦，就是讲居民一体。我委托一个人，甲你教，甲我人民好好甲伊教育，吼，好好甲伊治理，吼。啊，这甲人民当作是我是亲爱的物件，吼，亲爱的人。啊，若讲中国吼，伊这个民力就是甲这个目睭人甲突破，就是不要你知影物件。你看因的 China， 因的。因为迄个历代的迄个皇帝拢是安尼，用政治来支配因人民，人民我系读书，该戆戆愚民化，讲从到戆戆顿顿啦，不然你惊你甲淹落倒啦，因历代拢是安尼啦，这个叫做乌西哈库，即、這个通敌的方法。啊，天照大神甲迄个大国主神讲安尼，啊，大国主神就惊着，讲啊，都我做了无好，伊就将即个威牛天照大神。再来，天照大神伊就探过了神武，迄、那个天皇，神武天皇就是日本天皇的第一位，迄、那个天皇啊，即、這个历史啊，为安尼
看出来，即马125代，甲人即马锦上添花。大家来看嘛，因拢用即种统治，甲迄个人民当作伊的附属物。我要甲你安怎，要甲你吞呾，我就要甲你吞呾。所以人民下骹就是酝酿不满嘛，就甲你推翻。推翻了后，感觉你袂歹，啊，就支持你。哎，了后伊阁共款，共款，伊感觉即个权力才好得到的。啊，我予取予求，我要安怎就安怎，我欢迎安怎就安怎。啊，变成阁产生一寡迄个人民，阁甲要甲淹落倒，因个历代拢是安尼嘛。啊，其他欧洲啊，国家拢是共款。你有盛世了，但是你无去珍惜人民的重要。啊！你人迄无欢喜，就搁甲你按到倒，因咧历代拢是安尼嘛，即神圣罗马帝国嘛，即罗马帝国嘛，吼！啊，你来看中国嘛，朝鲜拢是同款啊，因拢一直换朝代，一直换嘛。啊，你来看日本，因咧天皇的制度，因咧历史当中拢无人要想要甲天皇按到倒，但拢才尊重天皇。虽然伫厝底世代大战，迄、那个交互天皇嘛，伊毋是迄个战败了后，美国叫伊要有人间宣言嘛。啊！伊讲承认讲，伊是一般的人神，是迄个日本的人民，莫甲当作是神，吼、哦！啊，变成讲哦，虽然有发表即个人间的迄个宣言，但是因在日本人迄个心目中，天皇伊也甲当作遮尊敬的。虽然白纸写好哩讲人间宣言，但是伊的根基对日本天皇这恩团一世万代这种尊敬。对传统的尊敬，让日本人已经变成一个饮水思源的人。虽然你美国逼人爱签这个人间宣言，惊讲你军国主义安怎，这拢讲我卖讲。你讲安怎做，人嘛是尊敬你这天皇。人有做去做统计，七八成拢同款在尊敬日本天皇。啊，若在英国，有人讲吼，啊英国。英国皇室常常有问题，啊，讲拢食穿拢是迄个英国政府，讲要甲废掉。啊，那我甲大家讲吼，你尊重传统的人，就是饮水思源的人，饮水思源的一群人，你会别国袂？你阁会愈强，因为你尊重传统。所以我感觉讲啊，我建议啦，你莫讲表面伊是安尼，其实伊对于建国的基础，伊是极大的奉献。啊！你啊，把你的军吼，把你斩掉。你看你这个国家，倘若让人跟你安怎讲？所以我感觉讲，你尊重传统，饮水思源的人，就袂使去违背祖宗所流传出来物件。吼，敢若咱爸母，敢咱饲大汉，啊，你有一仔钱啊？你敢爸母，你就排斥，甲牺牲。啊，你会记啊？人跟你安怎甲你、甲你、甲你批评，对无？去想好吼。这是我想要讲的啦吼，因为最近我有演讲者，我感觉这爱甲大家讲一下，佮拄啊迄个什么木善行，我咧讲我落家己，迄个小家整理一下，互大家知影。啊，咱佫继续来讲，奇怪，啊，这个无讲介好，伊无敏感度，无讲遐介好。安尼，咱先来讲迄个开罗会议啦。就讲开罗会议进程吼，然后先来讲这个，等下我来讲到这，稍等一下吼。啊，个美国总统握有咱台湾的占领权是安怎占领？大家知影嘛？因为台湾已经是日本不可分割迄个国土。啊，咱日本，咱迄阵的日本台湾，甲迄个琉球，日本琉球，十方面军在迄个太平洋战争的时阵吼，哇，这个大家知影迄个高沙义勇军无？迄、那个第一届迄个菲律宾战役吼，啊，麦克阿瑟吃败仗，我看伊可能是唯一的败仗。吼、啊，伊就知影讲，哇，恁这个台湾的高沙义勇军这么厉害，佫甲我打败，安尼我要这个台湾。安尼，我要好好甲处理啦吼，安那处理，大家来看嘛，吼。啊，若讲，因为咱台湾是日本的，所以伊来占领啊，来占领日本的国土嘛，伊家己亲自去占领琉球，啊，台湾伊叫这个蒋介石来占领嘛，吼。啊，来蒋介石在迄个1945年10月2号，迄个叫做
代表军来占领嘛。占领意思是占领他国嘛，甲带迄个温老师嘛有讲。啊，若家己国家就是讲好吧。啊，请问咱台湾敢是中？啊，毋是啊，爱得要甲你洗脑，讲你是光好。啊，是毋是？咱白纸写互你。啊，为啥咱要听美国人的支持？跟甲带讲啥物？总统任命啊，美国总统答应嘛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安尼就是爱打迄个广告嘛。啊，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是带迄个美国来占领台湾，吼！啊，在1946年，讲咱迄个台湾的迄个住咧台湾的人，拢一路甲你看，甲你迄个变成中国籍，拢无互你思考哦。甲做方明华有思考两年哦，伊拢无甲你尊重咧。要把你当作中国人，但是无咧爱护你的感觉咧，拢无咧爱护你这个人哦。吼，啊，这个国家可恶啦，大家要看。1946年嘛，以前还袂亡国，伊甲台湾的迄个物资啊、金钱啊，拢摕去因中国遐嘛，啊，拢台湾国为伊来争。吼，啊，咩啦？迄阵吼，讲台湾收刮了，台湾的迄个经济变只乱的啦。啊，渐渐因开始就甲一笔银吼，把咱个固态表变成即个台湾银行的迄个预谋。来，你来看，1949年知影要败啊，伊阁把迄个一元的新台币换做40000元的固态表，安尼辗转伊赚偌济？我现在中国人较有钱，安尼一夕之间，变安怎？一级、二级贫富，啊，哪个善巧人？啊，就免活，毋是？遮侪人去跳楼、去自杀的咧。跳楼，楼敢有法管着？嘛有人去自杀就是啦。啊，当作笑话啦吼。啊，伫1951年吼，即、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迄阵的签署有51个国家，78个国家通过。啊，那迄个1952年的4月28，这个时间拢爱，最重要拢爱记掉吼。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来生效吼。啊，即马即个两行关系，我得当我阁会讲吼，所以美国总统伊爱顺即个办公公法实现台湾的地位正常化，是因为安尼台湾才变无正常去。美国都是爱你四零人，你都爱阁解零人啦吼。咱先来看开罗会议啦，因一直讲开罗会议已经将台湾即个和迄个中华民国啊。然后我要来讲一个故事啦，即故事讲的可能我爱十分吼。迄、那个，我讲一个较趣味哦，大家记得这个趣味的迄个故事吼，你就通好记迄个开罗会议啦。吼，我直接讲一个故事啦。这个落水也是落雨啦。迄个阿美对无吼？迄、那個、空空的阿美来就走去老师问啦，讲老师，啊你落雨明明都来就是水啊，那白讲迄落水，大家拢讲落，大家拢讲落雨，为什么明明都来就是水啊？应该叫做落水，那叫做落雨。啊，老师就走去甲迄伊走来了，老师佫甲伊讲。啊！你平常时咧食饭啊，是无？啊，食饭食落去，你食的是饭，啊，放落来是屎。啊，你哪有白讲食屎？啊，你要讲食饭？啊，大家有人会使解释我讲的意思无？大家笑笑来了解这个开罗会议。我跟你讲，落水也是落雨，食饭也是食屎。你看表面的物件，敢是一定是真的？啊，表面伊的成分是无同的哦，啊，佫有变化哦。啊，你水有三态哦，为甚物伊变三态？有固态嘛，气态，对不？啊，甲水态，为啥要形成安尼？就是大地的变化嘛。啊，伊大地的变化，你就要尊重伊大地的变化的结果，对不？啊，咱食饭来去，啊，就是甲咱人体变化，咱变会活落去，身体变坚强，对不？啊，你乃说讲我食饭，那白讲食屎，还有表示讲，我要大家一个厘清一个观念：中华民国敢是中华民国？敢有人会再解释伊分三部分哦？你想一下，即马啦，阵在台湾的迄个讲洗脑中华民国的人吼，拢讲对啊，就是中华民国。啊，你唔是用这洗脑，你要安怎解释？敢有人家甲解释？即马中华民国，敢是中华民国？来，咱分做三个阶段。因咧成立一个中华民国迄阵吼，因的国旗嘛无共款咯，五色旗唔是，即马伊国旗叫做海军旗。因迄阵在1912年。成立中华民国，讲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了。啊，敢有民主？他们有民主吗？因恁讲的拢是颠倒拜，就是你甲因历史吼，
即卖历史安尼甲看颠倒，安尼就是正经正的啦。你知影无？民主共和国敢有民主？笑死人哦！马上就变中华帝国对不？我来讲，伊在1919年至1949年灭国了吼，才正经叫做中华民国，就是中华民国。啊，内面有变化啦，佮一只啦变中华帝国，吼。啊，过来，你1949年了后，吼。你走来台湾，请问伊是虾米？流氓嘛吼，伊流氓在咱台湾的台北对不？流氓政府嘛，迄就是流氓政府，伊就唔是中华民国，已经亡国啊，亡国很久了。啊，伊即卖咧，即卖中华民国咧，一克法签了后咧，因中华民国就甲阿强的做伙啊，因就叫正经就合作伙变中国。中华民国已经早就不是中华民国了，亡国很久了。啊，佫要讲人一寡有钱，对方有一寡有钱，啊，你都违背你较早你迄个蒋介石一团的人的因的迄个理想，汉贼不两立，啊，你汉贼变两立了。啊，所以中国人你家看嘛，伊讲的话拢是颠倒摆，反攻大陆，啊，你去用反攻啦，笑死人。啊，不过要甲咱台湾吼，佫互要阿强硬去赔啊。啊，中英美国嘛惊，讲哇，你台湾一个迄个太平洋遮重要，你要甲要阿强要硬去赔，哪有可能？啊，当然去甲法律爱找出来啊，对不？这重要的啦，这咱是咱的军遮重要。啊，开罗会议敢是开罗会议？各位大家思考一下，开罗会议是开罗会议，但是迄个马英九甲你讲啥？马英九甲你讲，伊是条约，伊讲迄是外交条约。啊，那条约我大家看嘛，条约已经条约的迄个格式嘛。大家先想好条约格式吼，你去看旧金山和平条约格式是啥？啊，条约是格式是啥？先看好清楚，吼。啊，再来讲，伊讲啦吼，迄个日本啊，伫1914年吼，伫咧太平洋的小岛，敢窃据的、敢占领，拢爱偷偷出来。伊讲的这个时间性，就咧1914年。啊，伊即马突然来讲，迄个因的迄个满洲国啊，甲迄个佛摩萨，甲这个普里斯卡提的迄个朋友，啊那。连袂落个跳起咧，即较早迄个1894年，即个马关条约讲要甲台湾要含有迄个中华民国。啊，你讲了讲即个时间性，我要讲迄个时间性。啊，讲我已经讲过啊，伊即个下关条白纸改写哦，你讲我即个台湾甲澎湖已经挂牛，你比日本天皇，这是法律的根据，你哪会甲讲是饕餮？伊只有讲 has 那个 has stolen 的。你哪会讲是饕餮？啊，这有证据，你敢讲饕餮？啊，伊则阁讲吼，restore the to public the public of China 嘛。啊，你讲这个返还嘛，就是还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人迄条约内面也是讲要挂牛要互你的，人拢嘛讲迄个 set to。所以伊这讲的拢是咧妄加。啊，为啥要加这个？为啥要讲妄加？我来个白痴的，吼、哦！啊，你来看嘛，啊嘛无可能甲你害，因为迄阵你看嘛，这迄阵就是大清帝国伊咱台湾的伊对台湾的这个统领的所在，伊的版图嘛。啊，咱这个日本领有台湾，迄、這个日本领有台湾了后，奇怪啊，这外口这边啊，这个是迄那个东方无迄个另外一边。爱就甲征服嘛，啊就迄个塞德克巴莱即个电影内面就讲个故事嘛，啊你迄个中国就后壁甲你讲，这就是要反抗你的统治啊，啥物？伊拢无讲即个历史的迄个背景伫倒，来讲日本人外败，抬迄个高沙族的人民，啊那，反日安怎？伊无甲你讲历史，正本清源甲你讲正经的代志，拢甲你后壁甲你拉屎，一直拉，啊人拢咧食屎，你讲人咧食屎。咱真大部分的台湾人咧食屎，我歹势安尼，就是较无文雅，就是安尼比喻很贴切啦。安尼是咩啦？讲咩海力？啊，都建构不同的东，即、這个国土的无共款，是咩啦？海力嘛。啊，过来讲，这是战争当中，我要甲迄个蒋介石无遮认真的战争嘛，无咧拍日本，伊就讲要甲考起来，讲甜的话互伊听尔啦。伊哪有可能在写，可能写白纸写落去遮条约？伊就在讲迄个一个公报啊，一个宣称啊，讲一个要甲你讲较甜蜜的话嘛，对不？吼，那么爱是重点啊，是迄个战后的迄个依据，
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，这个依据，这个开会而已。好，大家知影这个故事了吼，我甲多讲这笑话，啊，你就了解。开罗会议是一个会议，是咧宣称，伊唔是条约，条约无可能甲三个国家尔。啊，讲三个国家家己私相授受，安尼嘛唔对，对不？歹势吼，啊，这拢感应无讲遮好。安尼吼，为什么伊会使来台湾？诶，占领啦，是讲迄个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号嘛？啊，我讲麦克阿瑟你吃败仗嘛，对不？啊，又讲哦，好不，你即个就你来去，伊来去占台湾，因为这是不是拄啊好？是讲预谋啥哦？中共来讲，就个就来台湾哦，比原子弹，比迄个日本导迄两原子弹搁较严重。然后原子弹导下日本30米建设完，应该都代谢完啊。啊！若就介就你要70年啊！遮个在台湾人本土台湾拢中国思想，安尼认贼作父，安尼到30年介煞，所以大家遮紧就煞对无？赶快代谢光，大家是有智慧了解，咱台湾爱行啥物路，唔好阁用洗脑，唔好活在那种虚幻的世界、虚拟的世界，紧出来了解真理，吼！哎，来建设咱台湾。啊，这嘛是投降，要安怎讲？伊迄代日本帝国吼，迄个导航书吼，其实伊是迄个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，伊是咧向迄个蒋委员即个将军吼，即个统帅导航，毋是伊代表中华民国甲中华民国导航。啊，伊哪有拍赢？啊！你一拍赢，伊就主动来迄个占领岛哦。那需要迄个麦克阿瑟叫你迄个一般命诶行政诶命令第一号啊，叫你来占，你家己就来占就好啊。因为你拍赢，你拍赢你来占啊。啊，为什么那叫迄个美国阿比亚来占？对不？啊，你表示人，你是同盟国嘛？你人委托你啊，甲你向你投降，不是向你中华民国政府投降嘛？啊，这拢是宣称嘛，这嘛唔是讲，其实咧做一个模样尔啦，对不？宣称嘛，我讲，甲大家讲哦，等上后壁，对不？迄、那个宣称，迄、那个意向书尔嘛，咱个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条，在即个条文内面履行，然后让台湾恢复国际定位的正常化嘛。啊，这就是在迄个第三步。咱公布机密档案，我甲迄个 summary 重点讲出来。伊讲咱即马台湾是毋是有人是咧军事占领？是。1945年10月25日是军事占领他国。啊，若本国是共和啊，但是台湾都是毋是你个啊？是阮是日本个呢。好来，过来。哎，第一球派炮是啥？咱美国啊，啊是美国军事政府啦。The United States。那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哈，让个老板，让个听伊个啦 USMG 哈，那依然是占领比美国占领当中，啊是就介就是甲迄个美国是主要是代理的关系 ，principle edge 那个 relationship 就是这种关系，哈，啊人。伊有讲，伊即马有讲啊，到底要占领偌久？我问你要占领偌久，我嘛唔知啊。咱来研究一个状况，安那演变嘛？啊，你看琉球叫占偌久？啊，即马搁伫个呢？我无解，但是即爱搁深入的过来了解一下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咱来讲，迄个伊即是讲 ROC 吼 ，as a government in exile， 什么意思？流亡掉？流亡在倒？台湾的台北。哈，哎，一个概念吼，伊即马是流氓政府，但是咱嘛爱尊重伊啦，因为伊是吼迄个根据台湾关系法嘛，啊，台湾关系法就是根据迄个旧金山，就是迄个美国是主要占领权，伊要用伊本来是迄个咩讲，
那先来讲这個、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了后，伊就基隆踢出去联合国啊，断交了嘛，断交，但是佫爱继续维持关系啊。就去第一个1979年4月1日通过迄个台湾关系法，啊、追溯1月1日，啊，就因为这个关系法，伊佫继续占领台湾。啊，所以咱也尊重伊，咱嘛爱尊重伊。虽然讲伊是咱袂爽的迄个对咱台湾无好的这个政权，但是咱爱尊重伊，卖去甲挑战，吼。啊，这是美国军事政府甲伊的迄个政权，甲迄个做一个迄个咩啊讲，咱应承，咱你这么甲为咱咩啊讲，咱是去接迄个军事美国军事政府啊，美国军事政府去甲迄、那个。即、这个因为台湾关系，还有迄个流亡政府哦，去做交接，啊，咱去去甲迄个，咱伊交接完啦，啊，迄、那个军事政府，美国军事政府啊，甲咱交接，咱是甲伊无关系，啊，咱卖去挑衅伊，啊，伊嘛袂去伤害啦，咱伫两个政权当中哦，和平相处，过渡过，即、这个过渡时期过了，咱台湾民政府接政权，都好啊，治理咱台湾，啊，因好啊，走去恁。中国祝福因呐，吼，祝福因，吼，咱爱有北顿，虽然对咱台湾无好，但咱有北顿，请伊转去中国，吼。啊，这个关系讲予大家听，吼。啊，我讲过啊嘛，迄个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urrency， 就放弃即个一切的权力，啊，即个权力，迄个名义，啊，甲拥有即个宣称即个台湾是我的，即个甲放弃，放弃是 Japan 是 Japan。Government 不是迄个 Emperor of Japan， 不是日本天皇，啊，正嘛无讲 Sovereignty。虽然讲伊这是 Sovereignty 内面的迄个条件内面，但是伊都唔是放弃即个主权 Sovereignty， 都大家一个了解。啊，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偏好有处分权甲支配权，但是迄个即嘛即个中华民国拢讲台湾食较了了了，吼，四 B， 啊，美国是主要是占领全国23A。啊，无讲要指定上收受国，哦，这我都讲过啊。啊，这乌人计程车司机，咱即马小休困的，讲到食一个阶段，我甲讲故事给大家听。好，哦，小休困的，即马已经11点外，好，哦，小休困一下，好，哦，多谢。